听的。大家有想要再听吗？阿哥，安哥，安哥好哎，我们是不是有多准备一首安可曲啊？有哦有哦，探子老师有准备啊。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，再次欢迎探子老师回到舞台。创作的恋，里面有拍手的环节，大家可以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跟我们一起打节拍哦。等等，就和我们一起来迎接音乐会最后的精彩演出。最后，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，
没有这位重要的人，我们根本不会站在这里，甚至有人可能完全不会接触到音乐。这位就是我们的太智老师。感谢太智老师对我们的提拔，即使大家都没有吹奏得很好，但你依旧不放弃我们，仍然以100%的力量教导我们。在您身上，我们不只学到音乐，更让我们从音乐中学习到许多道理。也谢谢您不顾经济上的问题，全力投入这次的演出。谢谢您的恩情，我们永生难忘。一路上走来，有太多要感谢你的事，能够与你一起团练的时光稍纵即逝。我们有一些人即将与管乐团告别，但是你指挥的声音会永远刻在我的心中。最后祝福您赶快交到女朋友哟。那时候才4年级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其他人即使不同届，也是你从小看到大。现在我们有一部分的人即将升高三，成为学测生，考上大学后也各奔东西。我们只是想说，这7年半来，你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萨克斯风与音乐，还有生活上的温暖与欢乐。我们许多人从国小毕业后，需要各自去面对自己那烦人的课业，又或是有些人讨人厌的同学。但是呢，每周的团练却让我们回到最熟悉、最温暖的国小，真的是个不输家庭里的避风港。谢谢太智老师，真的很感谢你那么多年来的陪伴与指教。接下来的四维校友团就继续交给你啦。保存你一天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。